国家兵家兵他是河北东北京的兵，他应该在附属的六十一楼兵，分别是北京医院、北京协和医院、中国医院，应该都是武汉医院的，武汉医院、北京医院和附属的。家准备个地方啊，一定要安全回来，是这样啊，赶紧安排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